如是一大心实法，令行人入菩提道，成庄严大白牛基，如佛慈悲地大教，法令行云在道河，至涅槃解脱彼岸。现在，咱伫咧讲《法华经》啊，是已经佛陀经过四十多年后咯，不得不甲伊个心怀，希望会当人人了解，会当契合佛心。佛陀为着要予咱人人明知本具佛性，所以虽然伊年纪呢已老了，誓言春也无偌济，伊一代事教，伊个心怀啦，莫非呢？就是欲令行人入菩提道，希望咱修行的人会当头赶紧啊，入这个觉悟之道啊，会当了解这条道理，甚至会当及时成庄严大白牛基，这是佛陀的慈悲啊，用爱用法安尼来诱引众生摄种种方便啊，说三性，三性有阳基、六基、大白牛基，那就是小性、中性、大性啊，来游引的，在火体中在咧游乐、沉迷的众生，靠着这台车呢，予咱到达，所以法令行，这个法就是会在的意思。用大小的法啊，来载运咱渡过了这条河啊。这条是什么河啊？是烦恼河啦。初间的凡夫到彼岸的圣人，必定呢凡夫爱渡过了这条烦恼河，一直到达涅槃，涅槃解脱的彼岸。涅槃呢，就是寂静；涅槃呢，就是叫做解脱，让咱的心会当寂静清净，不受外面啊，迄个爱欲甲咱诱引去。六根门啊，咱若修会调，外面呢六根尘啊，都无法度来诱引咱出去。所以咱爱用心啊，就亲像讲乌欲王的时代，啊，乌欲王呢，伊对佛法呢是真勇猛，所以伊发心嘛，要行行佛法。有一回，
聘请比丘来供养、来说法啦。啊，迄当阵呢，还是同款，对妇女啊，阁有歧视，未当公开出来听法。迄当阵，有一位月姬，是一位呢，真贤君智慧。伊好傲佛法，听到讲比丘来说法啦，伊也是伫同款布幕的内底呢，听听比丘伫咧讲，布施乞丐，心内激动。本来呢，这长的说法将要结束啦，伊冲到比丘的面前去，五体投地，恭敬祈求，希望大比丘啊，搁再较详细分析，恁对阮讲的话，敢只是呢，乞丐布施而已吗？我真想要更加了解，了解呢佛法真正的意义。我冒着死日来祈求啊！比丘听真感动啊，好，为你讲，人生是苦啊，分析。甲你讲，这个苦，都是拢从欲念爱而来。这月姬呢，就搁在问苦的缘由，欲念是对倒来啦？那这位大比丘呢，就讲分析苦集灭。道，那种苦集灭道的道理，真详细啦，解释给这位月姬听。月姬呢，将这个苦集灭道四体法的真理啦，用心听入啦，安尼呢？忽然间啊，体悟了一切的道理，伊家己知影，伊是违法违规，掀开布幕呢，冲出来，这是极当的刑罚咯。但是呢，我听法了后呢，我已经平安自在，我会当得到这个法，哪怕呢？国王把我处死啦，生命是死，我慧命存在啊。伊家己看到遐个月姬伫咧惊，伊呢去摕一支刃，就是一支刀啦。真正的恭敬双手捧着这支刀，虔诚跪伫国王的面前。向国王请罪，向国王讲，我是犯最大的罪戒，冒犯了国王所禁戒，为了人心难得啊，一世人来到人间，感觉到人间真多呢的道理。我拢无明白啊！我安怎来人间？我唔知将来去向伫倒位，我无明白。为着求法，我甘愿冒这个生死。不管国王你安怎甲我处罚，我现在拢真甘愿呐，因为我已经得到了。我得到
佛法的真体，这个苦集灭度因缘果报啊，我拢总了解啦。但是我的心愿，希望国王这么虔诚啊，想要弘扬佛法，让人人呢有机会听法，人如人呢，就是永远无法度真正的面结比丘，无法度呢真光明正大来听法，希望国王会当废除这个条例，国王看到伊真正是生死自在啊，讲来呢，迄、那个法力心啊，条条有理呀、啊！哦，国王家己体悟到啦，是啊，我家己爱忏悔，我会当统领国家，我会当要提倡佛法，希望佛法呢会当普及人类，人人拢有机会听到佛法。为什么我会制定呢这种男女分别相呢？如今也会当成佛啊，如今呢也是同款啊，有觉悟的性。佛陀讲：殊胜啊，我道众生都人人本具佛性。为什么？我捌听过这个话，我也阁运用这个严厉的禁忌呢？啊、哦，我错啦！赞叹这位业机，讲你真勇敢，我感恩你提醒我。应该安怎样好佛法啦？在男女之间可以会当平等，听闻佛法，体悟道理，从安尼呢，这欧玉王的时代佛法啦，完全大开放啊！那欧玉王呢，何其佛？所以我们要知道法令性运在道合，唯有法啦，我们要真正利用这个法，我们才有法度教到那个心心心即静清安那个涅槃的境界。我们的心如果可以寂静清安呐、啊，自然，那就是叫做度过烦恼河，啊，到彼岸去咯。学佛啊，必定爱有这份心吼，爱勇猛，爱精进，唔是干那布施乞丐尔定。也阁都爱忍辱精进、禅定智慧，所以咱爱用心呐、啊，正面的文呐、啊，所以才好。我定识来真是不错，一旦熬消化，若我定有熬大之心。佛即为我说大乘法，殊菩提顶，大家人拢知咯。问题是出在家己啦，家己呢，就是伫一直修伫独善其身啦。家己拢以为呢，迄是向菩萨讲的法，唔是向阮讲的。那会要一直感觉佛陀是偏心的菩萨，
才会成分呢？其实佛陀讲，咱人人拢会成佛啦，唔是佛陀偏心，是咱家己呢独自停提的小乘法啦，即嘛知啦，所以落来这段文就讲，以处境中为说一心，而摄以菩萨前，非诸声闻傲消法者，然佛实以大乘教法。处境，那就是《法华经》啦。不多呢，方便品开始一直赞叹一心大乘法吼，一时乘法。那么二摄以菩萨前，古早伫菩萨的面前啊，都是安尼伫咧批评。文化傲笑吼，在声闻啦、听法啦、啊，干那欢喜的，选择的迄个小法之意了定。不过，我人已经知啦，佛实在呢，是一直用大乘的咧教法。在经文的内底，恁看到咯，佛随意菩萨前，非诸声闻，非诸就是排斥吼，那排斥声闻呐，那就是因为呢，声闻干那要修的消法的，佛陀排斥了消性，唔通干那独善其身。您应该呢，兼利他人，这个在排斥吼，那也就是废除，不是要甲废掉，那要叫大家人弃下消性，弃下掉，迄、那个独善其身，应该人人啊爱发大心立大愿呐，啊排斥这种呢独角的人。希望人人展开心胸，接受菩萨的教法。佛陀来到《法华经》的时，就是摆提吼摆切啊，这个消息，这叫做弃权现实，把迄个权呢过去方便的教法啦。已经叫大家人爱放弃迄个时阵，唔只是干那自己会当觉悟，现在应该去觉悟他人的时阵，唔通停滞，伫家己的觉悟解脱吼，应该爱去建立他人的时刻咯。真呢，就是现在殊菩提定吼，那已经伫。法华经啦，处境中呢，为说一心，现在一直赞叹呢，一时性法吼，这呢，就是法华经啊，佛陀讲真多的譬如啦，回到转来呢，无不都是呢，爱人人啊，去行大菩提道。要予大家人了解呢，回归真如本性的这条路。
所以为善一生啊，也就是生魂的唯一的教法，你已经道理拢总了解呀。阿含、红顶、佛者，这道理你拢了解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为一生之教，生就是机生吼，就是车会当运载的意思。大乘法呢，令载运导致涅槃眼，会当载咱经过了烦恼河啊，到圣人的彼岸去啦。所以因为安尼叫做一生，就是生吼，《法华经》啦，完全都是讲出一生之力吼啊，日食以菩萨前，非诸声闻。这个非主就是拜切，好，大家人记着，不是呢，诽谤哦，不是，是完全要叫大家人改拜切掉，下方便法，给下掉去啦。现在呢，恁爱学的物件拢总伫咧，法如法者，金刚经不是安尼讲，你照这个得白啊。就是要过迄个彼岸，你到彼岸去呢？唔是竹排啊，排掉咧，唔是一只船排掉咧，是爱弃船才会当上岸呐。同款的道理，就是《维摩诘经》内底讲啊，消行呢，就是在佛法中的骄傲败境吼，那唔是真正。是会当传承佛法的人，亲像迄个贫穷主啊，明明都该引入内底啊，遮尼正多的宝藏啊，开予伊看，遮尼多啦，但是伊看都敢那看，无想讲遮个物件，那是我的，连安尼个念头都无，所以啊，亲像呢，如莲不出一。高原沙漠之地，莲花爱伫污泥的内底，啊！伫高原沙漠啦，无水无泥啊，哪有莲花呢？所以莲花啊，必定呢爱伫污泥中，就亲像菩萨要成佛，嘛都爱呢伫迄个人群中啊。这烦恼浊气真重，就是安尼，才需要你，需要你勇敢入人群中去，吼。所以，人佛实意大乘，问为教化。较早咱的根基都是无够佛陀呢，虽然以大乘法，但是呢，以用温中式的用方便法来引导，所以。引导我们大家人变成了呢，听法欢喜，了解断烦恼的方法，安尼呢，平安自在，全呢修掉咧。伫这个所在，傲消法者，就说变成大家人傲消法，其实呢，佛陀啊，是以大乘教来甲咱化。道要来化度咱众生，消行之法啊，就是指顿根傲消法的人，求佛之心为大圣心吼，运载为生，家己会当驾车，阁会当呢度别人，所以咱应该呢
爱发大心入大愿，爱有求佛的心，爱大圣心，唔只是咱觉悟，咱阿弥陀佛爱运载吼，那为心，咱爱家己会当驾车，阁会当呢度别人，这呢才是真正的法吼。所以法就是归道啦。咱爱修持这个学佛的归道上，咱三无六学呢，一定爱修得好吼，啊，都亲像如来呢，释迦牟尼佛生发而来，投入人群，那在人群中呢，还是同款，心也搁在华严世界，他佛性存在，未受。咱众生俗气呢，有染。虽然人法吼啊，如空即。道理呢，咱爱知影伫这个中道。咱虽然知影人，那都是过去先安尼来因缘果报安尼来，那或者是呢修行了后，那因为呢道生道家自旁来，到底是带业来呢，或者是性缘来吼？那咱这道理爱清楚啦。会当了解呢，乃至无量圣妙的法门，咱拢爱清楚，所以令令众生修改成正觉吼，这叫做大圣法。各位，学佛真正如是大圣啦吼，这大法咱应该呢。爱真清楚，这种的大教的法呢，咱若来个使用，唔只是咱家己，咱也阁会当度别人啊，会当教达涅槃解脱彼岸，那会当安尼，这是真正学佛之道，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